聊天室，表脑好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。然后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个是 Jelly， 我美国的朋友。我们今天呢要干嘛呢？要买东西哦。要买东西？没有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。你们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觉得买名牌都很贵。那种 Gucci 啊，什么东西都很贵，但是如果你来到美国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这一家店，它算是有过季的名牌，然后你运气好的话也有当季的，反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宝物就对了，可是你要进去挖宝，你要自己去找。然后这一家店的名字叫做 TJ Maxx， 这家店的名字叫 TJ Maxx， 然后如果你来美国的话，这一家店必逛，记得一定要逛。然后现在我们赶快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Let's go！ 哎，自动门哎。好，我们来到这边了。我们现在先冷静一点好了。首先呢，我要带你们去看的东西就是这边。来来来，譬如说像这边表啊，你看这个牌子，哦，它上面还有 Michael Kors。这些东西有的都打折，打到比如说快70% off， 就打了三折这样之类的。Okay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边，来到这边，然后你看这是什么牌子 ？Fendi 哦，来看一下它多少钱？1399块美金，1399块美金，它原价是1890块，快要2000块这样。Oh, no, it's so expensive. Is it still expensive? $2,000 Yeah, that's 2000块啊，超贵啊，很贵吗？很贵啊，女生可能有时候不觉得贵，但是打折就觉得很爽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Longchamp， 你们平常会看到 Longchamp 有没有？这种这个包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多少钱。它这边是99块，99块，给大家看近一点。99.99，然后它原价是145块，30%。好了，我们不会算啦，你帮我算啦，就这样。这个颜色应该是一样的价钱，还是比较贵？哦，这个比较便宜耶，这个是79块，这个颜色蛮好的耶。所以呢，如果圣诞节或是人家生日有什么节日，你就来这边买，假装买名牌，但是其实很便宜，送给他们，这样教大家好吗？然后再来这边，除了那个以外啊，还有非常多的，譬如像这个 Shiseido 的那个防晒，只要19.99，原价33，然后只要19.99，有时候你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东西。哎，我是不是该买的？应该买吧。我是应该买，等一下再回来买。然后除了那个以外，啊，现在要带你们来看的是鞋子的部分。然后在美国的鞋子呢，它会分 size 放在一起，譬如说6号的话就会全部摆在一起。然后现在像这一双，我昨天其实来的时候就不能叫买这一双，这一双是 Kate Spade， 这双 Kate Spade 的鞋子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然后原价是120块美金，然后它打折下来只有59.99。Steve Madden, Michael Korn, CK。每一家 TJ Maxx 他们有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如果你们是很会挖宝的人，你们应该要去很多家才对，就是一直跑很多家，然后看他们到底有什么东西这样子。而且你看那个，他找到了，这边有这个，你们看到这个应该知道是那个什么 Tory Burch， 它原价是150块美金，然后打折下来是99块，能看得到吗？对，然后它是那个 Tory Burch 的牌子。我的天哪，太赚了吧！哎，会不会我一讲完，然后大家看完我的 video， 然后就疯狂的来 TJ Maxx， 后来都买不到东西了。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卖锅子，就是卖家用品的地方，因为真的是很便宜，而且他们东西都很好。你看这个超级可爱的啊，黄色这超级可爱的啊，才9.9块，哎，9.9块 ，Oh my god！ 住在美国就每天都来逛。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 TJ Maxx 扫货，就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带大家来看衣服的。啊，其实我的家里的被单啊，就我家里的被单、被子，我也是从美国买回去。我厨房的东西很多也是
每半年回来一次的时候就会带回去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快点来看就是衣服的部分。然后我要带你们看的就是它有很多大牌子的衣服，然后也是非常的便宜，那种 Maxi 的东西，然后也是打非常大的折扣。我前天买了一个裤子在这买的，然后它是 Under Armour， 看到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原价好像要60块美金吧，60-70块美金，然后我买好像只买了10几块吧，10几块美金就买到了。对，譬如说我们到了这边，然后这一件是 Under Armour 的衣服，然后看一下牌子好了，然后原价40块，打完折下来24.99，当然还要再加一点税啦。然后裤子也是有 CK 的裤子，然后原价快28块，然后打完折下来19.99。有没有觉得很酷啊？这种店你可以不来吗？所以来到美国要赶快来这里，知道吗？听我介绍，听阿菜介绍的就对了，好不好？ OK， 这边还有 Gucci 的墨镜，然后它有很多，包包是 Fur 啦，然后原价是179块，哎，不对哦，原价是270，然后打成179，然后再打成129块，有没有买这个送妈妈就对啦。之前还有很多 Juicy Couture， 反正每一家店都不一样。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会一个礼拜去很多家店，然后每一家店都有不一样的东西。Jelly， 有这种店，你来美国可以不来吗？人家都说你去美国去哪里 shopping， 一定要来啊！去百货公司 shopping， 你要来 TJ Maxx shopping。如果你会买名牌的话，你就要知道去哪里买可以买到便宜的名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我现在在店里面，所以我要很小声。如果你们喜欢阿菜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把小铃铛打开，然后还要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你看的表是那个Smart watch. Smart watch. The Michael Kors Access. Smart watch 比我还 smart 吗？这边一整个都是 CK， 然后哎，这裤子也蛮可爱的啊，就是运动的裤子，运动的布拉，运动的衣服。这些原价28块，28块比台湾便宜很多啊，然后打折下来19块，19块就可以买到了，还不买吗？我太说聊天室，这边没有聊天室。Wow， 然后把钱全部花光光就可以走喽，好棒啊！钱全部都花光了。